今次始終都係第一次參加亞運，我仲係細個班嚟嘅。咁出到去全部嗰啲選手都咁強，只不過希望自己為個 team 打好準備，同埋係咯唔好累隊咯。你第一次參加咁大嘅比賽，我一定會好緊張嘅，同埋加上見到咁多其他國家好叻嘅運動員，我都會好好奇睇下佢哋會發揮成點啊，同埋想向佢哋學啲新嘅嘢，可以增強我哋港隊嘅劍擊嗰啲技術咯，係可以話越嚟越多經驗咯，叫做因為我都係上年先開始參加呢啲senior level 嘅比賽，所以啱啱去完亞錦世錦都叫做有個心理準備咯，因為都可以見到啲對手幾強啊，同埋佢哋嘅 level 同我哋比較可以睇到咯。